有情有义有爱，有我有你有他，有坎有难有灾，有党有国有家。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一走进现场，就对我们今天活动的内容和主题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是啊，当爱的奉献响起的一刹那，你的心是否瞬间升起了一抹温柔，平添了一丝温暖的感动呢？从2008年5月成立市政协周华盛奖助学金那一刻起，市政协就在社会和寒门学子之间架起了一座关怀之桥，一座希望之桥，一座爱心之桥。市政协也由此开拓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办教育，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家庭困难经济学生的资助水平，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有用之才。为更好地宣传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弘扬慈善事业人人参与的社会风尚，充实和丰富善行河北大爱廊坊的活动内容，市政协在今天在这里举办爱的绽放周华盛奖助学金5周年慈善盛典暨市政协周华盛奖助学金发放仪式，让我们共同见证爱的风帆再次起航。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请出基金的成就人之一，我们尊敬的廊坊市政协原副主席吕炳素女士讲话，有请。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在这初夏五月麦花飘香的美好季节里，我们欢聚在明珠礼堂，以文艺形式发放，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发放周华盛奖助学金。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请允许我代表市政协、河北省红十字会基金会廊坊办事处、市教育局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天的发放仪式是精心策划的，是对品学兼优、生活困难的学生进行救助，发放金额近150万元，这是历年来奖助学生多、发放资金多、社会影响广的一次，必将在关注学生、奉献爱心、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用的这笔善款是新加坡华人周华盛先生捐赠的，他是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怀着报国之心来到廊坊，投资20亿建设东方大学城，为了支持廊坊的教育事业，累计出资700万元，奖助了6000名学生。由于他的善举，截至到2012年，使2100多名学生考上了理想的学院，有的还考上了清华大学。一个远隔重洋的外国人，这样无私地关心学生的成长，特别是在企业发展遇到困难的今天，都没有动摇奖助学生的信心，精神难能可贵。在此，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对周华盛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学们，人生征程起步，在学生阶段最重要，希望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将来报效祖国、感恩支持我们的好人。同志们，我们正在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好教育、培养人才是实现梦想的战略选择，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了教育事业的明天更美好，为廊坊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李主席。李主席代表寇主席，带着他们心底对廊坊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用他们心底的爱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谢谢。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呢，一定能够唤起更多的爱心，在建设幸福廊坊的美好追求当中，一路都有爱的传唱。奖助学金，近6000名受奖助学生，几千个困难家庭，3200多封感谢信，2100多名高中生走进了大学的校园。
是啊，这看似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我想一定是一个个感动的心。阳光、雨露、雪中炭，真爱、慈善、人间情。是啊，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用一颗慈爱的心、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面对社会、回报社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多次参与举办爱心慈善活动的廊坊市方云艺术学校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手语小合唱《感恩的心》，欢迎同学们。非常可爱的孩子们，让我们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好，谢谢大家。心连心，慈善为人，手牵手，惠爱如海。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周华胜奖助学金的发放仪式。
首先，让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和各县市区政协领导上台，掌声欢迎。代表我们的未来，代表我们的孩子们来接受奖助学金，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呢，也让我们掌声有请市政协原主席寇德松、市政协原副主席吕炳素、市政协秘书长徐长茂、大学城副首席执行官刘迎春、市教育局局长李百林、市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马江水、廊坊日报社总编辑孟凡彪、廊坊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韩洪恩、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主任辛少英、市教育局政处级督学王建华、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廊坊办事处副主任郭淑琴上台颁发奖助学金。学金149.8万元，其中市值17万元，三合22.2万元，大厂4.7万元，香河9.2万元，广阳13.7万元，安次23.6万元，永清14.6万元，固安11.3万元，霸州16.4万元，文安6.7万元，大成10.4万元。朋友们，让我们为这充满爱心的时刻鼓掌吧。谢谢接受奖助的各位领导，谢谢。那么请颁发奖助学金的各位领导留步，请各位领导留步。好，接下来呢，我们各位领导还要为受奖助的学生代表来颁发奖助学金，请受奖助的学生代表上台来欢迎同学们。礼仪，好，让我们在热烈掌声当中有请各位领导为奖受奖助的学生代表颁发奖助学金。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说，总有一种精神啊，让人感动；总有一种情怀不能遗忘；总有一种力量震撼心灵。下面，请听十二中学的同学们给大家带来的配乐诗朗诵《有一种爱就在身边》。欢迎同学们。
我知道阳光会永远跳跃在我的指尖。有一种爱就在身边，让我读懂流着眼泪却依旧含笑的脸。有一种爱就在身边，让我清楚经历过的事不留遗憾。有一种爱就在身边，让我明白追求梦想必然要奋勇向前。那一年那一天，风诉说了经典流去的岁月，雨编织了爸妈苍老的容颜。那沧桑的背影经历了付出的坎坎坷坷，